宠物医师。爷爷，大家好，我是东关街小水丽呀。丽呀，我是社长兼活动围巾。围巾，我是副社兼文书弟弟。弟弟，那有没有什么要来介绍给大家的呢？我们在七月七号有道明热舞团 Spring Up， 有我会出现，然后我那天不是跳这一支。所以不会烫手不会不会不会，所以接下来就会是一支新的舞马要来展现给大家，就是一个小惊喜。对，一个小惊喜。所以又甜又酷的女战士，这个算是最后一次了。不是，还有一次，只是七月七号会有新舞。可以这么说。好啊，那就是七月七号他们会有一支新舞要来带给大家。那如果还想看到又甜又酷的女战士，也可以来追踪他们的 IG。那 IG 跟大家讲一下吧。我们的 IG 搜寻中正助理14就可以找到了。好，那他们的最新资讯也都会在他们的 IG 来公布给大家。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中正助理 Anastasia。